啊，即摆食饭食了安怎？有啦，安尼哦，啊，你讲爱较有食的呢，无拢食伤少呢，啊，哎、欸，啊，水果咧，水果爱食呢，哦，啊，水果啦，佮菜啦，哎、欸，迄阵就是无啥食着水果含菜吼，啊，皮肤就佮过敏就佮较歹去啊，哦。林文奎1922年在高雄家庭啊出世，老爸林雕豪在印尼巴达维亚做生意，老母王巧是一个做善事，以接生为业。林文奎对细汉就留在故乡，一直到1928年，老母才带去印尼。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去印尼，自来第一次看到阮老爸，阮老爸迄阵，我拢唔捌，我看到，阮老爸拢穿甲白，穿个西装白啊。我看到阮老爸，快去阮老母遐，老母就甲讲，迄对恁老爸，你着，迄对恁爸爸啦哈。第一年，林文奎进入日本领事馆附设的日本小学读书，度过了四年快乐的童年。干那我是一个台湾囡仔嘛，我。坐马车啦，古早马车一台吼，一只马，就载我去学校，学校是伫迄个日本领事馆啊，那佚佗那个那公车，那是出去靠在读册嘞，我。一直在佚佗呢。爸母因为无闲工作，林文奎经常甲同伴四界去佚佗。有一天，伊佚佗到暗时8-9点才回来，予伊严家老爸雄雄甲拍一睏。四年级的时阵，因老爸甲伊送转来台湾，进入台南的南门新祥小学读书。阮老爸想讲。我这个囡仔吼，就乱来啦，踮遐吼，也无要读册，干那做罗马囡仔，我无阿多拜托一个，助手叫伊给我带来台湾，给我带去台南吼，有一间小学。那么小学时，敢那日本人会当入去，一class有50个，台湾囡仔会当入4个。啊，我就是印尼，我伫印尼读印尼小学，所以无条件，我加入那么小学，那么小学也是足艰苦。大家甲你糟蹋，阿咪手机，手机要讲互上听，遐老师最厉害，然后
会甲你拍呢。我甲你创拍喙皮啦，现时啊寒天，创冷水，伊脚只变甲你，甲你舔啦。热天时，我都创烧水安尼，互你烫。我一瞬间离开老爸老母安尼，着急急忙吼，安尼吼，迄阵怎知影当下，知影当好啦？讲哎呦，干我这个，安尼吼安尼，实在吼足可怜啦！安尼一个囡仔安尼，还住伫人兜啊。啊，无爸，无爸，无母，安尼，干那家己一个住伫遐。阿妈足疼我。啊，那去阿妈遐吼，我阿妈转呢，多托摸摸的时候我，只是一角两角。迄阵个，我一角银足大个呢，一角银都是十仙呐。啊，欢喜个。就家己安慰家己讲啊，即嘛阿妈嘛就爱转来。因老爸对林医师的一生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讲，伊发现讲，伊伫印尼遐嘛变歹囡仔，吼，转来了甲修理啊，用个藤条甲打，到尾想嘿，安尼即个囡仔会捡到嘞，这点是因老爸对一生上海大的贡献，孟母三迁。像我带转啊，叫迄个甲带转啊，带转伊嘛住喺即个人的厝的，即个人是教员啦。但是你看伊指甲先出来嘛，啊较好的迄个菜啊，摇到尾时啊，想要要甲硬的阵，因即个太太就讲，你很贵，这里唔敢食吼，所以伊的意思伊随知影嘛，要去巧，啊你嘛得。陪爱这个囡仔，迄内底我有写，伊一般不小心一尿桶就往个冲个涂骹，哦，伊讲要么吓破胆，伊讲啊，这声后回转来知影讲安怎吼，也有味啊，尿骚味啊，我一直录，啊，伊也个爱囡仔遐细汉拢会哭嘛，因老母就讲，你是毋是个怕听个个？甲念嘛是安怎甲安尼，完了，哎，伊小陈讲哇，伊转来遮，迄阵还搁伫南门小学校啊，就想讲哦，这款日子唔代表安怎伊落啊。为着无想要过继续寄居伫亲戚厝里，林文奎拍命读书。1935年考入台南二中，也就是后来的台南一中，搬入去学校宿舍住。这间学校主要是台湾子弟在读的，学生进入台湾意识，学长会要求学弟讲台湾话，唔通讲日本话。这个学风影响到林文奎。台南一中就是。日本囡仔的学校，台南二中就是台湾囡仔的学校，同学的中间都讲台湾话。含老师是拢讲日本话。读台南二中的时阵，李文奎。熟悉了管理长老教会报道所的王兴武传道，因为这个机缘，伊在1936年在台南太平敬教会由施坤平牧师改行洗礼，变做基督徒。王兴武牧师，伊就听我，伊就看我，无爸无母。在照顾吼，教会定团多，啊有当时啊，就叫我住伫，哦啊，就叫我下面
在困在食饭，啊，都有一日伊讲啊，我昨日来休息嘞，我啊，甲坐过去太平间休息休息。啊，嘉定是足远的一个寒村，啊，伊怎沿路上等啊等啊，伊那去信教就是去入迄个教会啊，看讲哎、欸，教会那会敢那家庭安尼吼？无伊袂去接触基督教，感觉教会找到伊一个家庭啦，为了归属感。哦，我拢上帝在给我照顾，上帝在给我感动，上帝在给我指导。哦，什么代志都会使委婉上帝的旨意。爸，你坐咧就好，你坐咧就好。我有你，你知影啦。十六岁迄年，林文奎记着老爸对印尼寄来批，甲伊讲因老母因为难产煞死去。林文奎当时伫银行伫咧办汇兑，读到批了后，马上伤心大哭。我的阿嬷是1937年12月8号过世的。那他们以前可能也没有打电报，因为这个就。变成写信。那我爸爸知道的时候，是他，到邮局去领，因为他在台湾念书，他的家人都要寄信，里面含那个钱，让他去存钱。那他就去邮局，例行的去拿了信，打开，然后想说为什么这次不是我妈妈写的，是我的爸爸呢？那一看，说你的妈妈已经过世了，这样子。所以我爸当下就受不了，他就在。那个银行大哭起来，然后后来学校就旷课很久，回不了学校，因为他受太大打击。天了了，我先说，你今麦还袂痛啊啦吼，胃啊食嘞还袂痛啊吼，较袂受，那么啊，我你要食药安尼。你的胃啊，迄日你的胃咧无好嘛。林文奎中学毕业了后，得到老母朋友的支持。渡海去日本深造，到地东京了后，大升考调浦和国校，在1943年考入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44年3月10日，美军大规模轰炸东京，林文奎该在多个一劫。哇，可惜来了，阿干，我赶紧走，都无。我讲好，我每走去迄所在的所在，哦，规个街拢死人。中战之前最惨的日本，他们都是见证者，不但是眼睛看到，是身体也感受。后来因为我会讲日文，他就比较容易跟我讲一些用日文的形容。他就跟我说，两次他在日本都是見のままになった。弥陀妈妈意思就是说我什么身外之物通通都烧毁了，我的家也被炸平了。那我就是放学的时候就只有我这个一条命。那放学的时候，他们东京地大在那个地方，就听大家说东京都毁了，然后就听着大家的指示哈，因为日本也是一个蛮有规划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他们也会疏散他们这些难民嘛。那时候他就比方说从他的学校放学之后，就是弥陀妈妈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身上唯一有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的被他们那个疏散到上野是一个很大的集散地，就是说日本所有的乡下的火车都会到上野，所以那个时候上野还好没被轰，所以我爸他们那个。被轰得很严重的地方，然后东京有 Edogawa， 就是那个江户川那个，是被烧一弹，烧的整个是火海这样子。当时日本特别战败了，台湾留学生一心向往祖国的胜利和壮大，为着要去中国，林文奎在1945年6月，带先去满洲国的新疆卫生研究所任职。等待机会要去中国，想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但是无偌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林文奎留在东北，一直到1946年才回来台湾。就是讲踮入日本，唔知会予日本人台死啊个，吼、嗯，还是会予苏联人台死。嗯，想讲托苏联人来吼，会予伊台死，啊，过归去来满洲安尼。去满洲，因为他本来有受过医疗的教育，所以他在那边就到那个卫生所，然后人家也给他钱。那所以他后来他是从满洲，如果你不用你的台湾身份开始呈现的话，你就变成日本战俘。那时候的日本战俘就一边处理。那台湾人因为你已经脱离这个殖民关系，当时台湾定位还没清楚，但是他们台湾人至少跟日本人是可以分开的。然后他们就变成被盟军这边所保护，然后也就从满洲，然后送他们去上海，然后又送他们先回日本，然后再从日本送回台湾。所以战败的时候，我爸是像那个，他都说那时候很糟糕，很跟那个难民一样的，就这样子被到最后被送回来台湾这样。那送回来台湾，他们所有的在日本曾经留学的这些大学生，在当下就被编制到台湾大学去。林文奎回来台湾了后，进入台湾大学医学院读书。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办过一款活动，也捌伫电影欣赏会换清江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音乐会嘛演唱过共产党的《风和》。当时国民党甲共产党拄伫咧谈判阶段，会判国民党的电影甲歌曲。真正受学生的欢迎。迄个时阵，学长老教公组织读书会，研读左派书籍。林文奎参加读书会，无想到讲这也导致日后林文奎的感觉自在。1950年10月30日，林文奎在高雄基山病院临终，忽然间被人抓去。当时伊已经甲高雪珍结婚，大查某囝林美丽还阁真细汉。伊来抓的理由是无讲啥物理由哦，伊就来病院讲要找我，找我吼讲我就是某某人安尼哦，伊安尼惊无确实，叫我着摕身份证。提分身好看，无唔对，就讲叫我来警察局，要问几句啊话，就啥物要互你转来，就讲去警察局，去警察局就是个乌名带出来，我的名伫遐，排个讲进来底有熟识无，我讲都无熟识，安尼尔尔，不过吼，伫遐的时吼，阮的院长有甲遐警察交代，讲你对林医师唔当乌白来哦，你若对林医师乌白来，我是唔容允你哦。迄个院长吴志福院长是基山的真有名的人士，所以同安尼，同安随时把我送去黄山，要去送去黄山的时候，迄个黄山，迄个院长也喊我去，阮太太。佫一个我大只，多只我的查某囝仔，查某囝也抱去，这查某囝都到一方爽，规路拢哭无停。阮姐夫有做代志吼，阮姐是第一条都，等下工商甲阮讲啊，迄阵阮姐是含阮姐夫因伫基山病。所以因要甲送，我毋着第一甲阮。迄阵阮吼，阮拢安尼，逐早起吼，着看报纸，迄报纸拢会报讲啥物人轻杀，你知影无？阮着安尼惊到要死，着看有迄个名红报纸。林文奎被抓去了后，郭雪珍透过各种的关系，要去救翁婿，拢无成功。伊探听翁婿所有消息，
我阿嫂会使讲，迄个时阵，伊上界可怜的时阵，伊是阮林家的新妇。结果嫁来无偌久发生这个代志，发生这个代志，伊伫阮的面前，从来唔捌，当然我是要细汉啦吼，从来唔捌表现讲，因翁婿去互掠去，诶，这个悲惨的苦情，伊从来互阮看袂到这個，看到阮，就是拢对阮吼。拢是对阮讲一挂鼓励话、安慰的话。1951年2月12日，李文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根据官方的判决书记载，李文奎就读的台湾大学医学院的时阵，由老教工介绍加入共产党，讲述学生运动，并且经常研究非党书籍。你们可以讲无这款代志，判决书是随便因写的。伊讲当时伊已经伫南部基山病院服务，那讲留在伫台病院，恐惊会互因加着更加多、更加大的罪名。判决后，你们可以大声关伫新店，然后阿家去绿岛新鲜奋斗处。在绿岛的期间，甲其他医师、男友，被指派负责医务室，为官兵甲政治犯看病。因的专长的科别综合起来，会当讲就是一间综合病院。哦，这恁爸爸了，啊，这我了，哈，哈，柯南环哦，开刀房哦，临时手术情形，1955啦。嘿，我会记爸爸以前是讲有一个患迄落难友啦，吼。难友啊。啊，甲阮爸爸讲吼，啊，恁既然是外科医吼，因为迄进前拢在送去绿岛嘛，啊，无种样当啊上班吼，都先危险嘛，啊，所以迄个难友甲阮爸爸问讲，啊，林医师啊，恁若外科会当我带咱遮设备，若准真正有个梦断炎的代志发生吼，恁带遮甲阮开刀就好安尼。吼，啊，阮爸爸迄阵想想讲，啊嘛是有道理吼，啊，所以伊就甲迄个恁迄个副。迄个所在会写申请书，申请书，啊，所以有同意，对啦，对啦，啊，咱就开始设这个开刀房，哈，哎，有开望床，啊，有开对床啊，啊，在一般的这个肿瘤啦，哦，肿瘤啦，足济啦，那个时代便宜性是足贵的，足歹退的嘛，吼，啊，但是是足特效要做好，啊，去申请啦，啊，有拄啊，有一边一个患者有紧急需要，啊，因为恁遐较早拢用石油灯嘛，哎，费拢无够，啊，体内的啊。经甲抽起来煮，啊煮了放伫啊，迄个以前那个小罐的嘛，吼，啊明仔再看，讲发现里面生霉，生了很多，啊所以遐惊一条，讲我害啊，迄伊啊已经发霉啊，唔知诶患者有啥物作用无？结果迄个患者拢好势好势无代志，所以嘛。放心，行一条啦。嘿，爸爸跟你讲的。爸爸跟我讲，伊主要是咧甲我讲，在那个时候吼，虽然是已经有这个医疗吼，而且开刀房的设备，但是实际上是足困难的吼。林医师开始是6队啦，啊，落尾手吼，因为伊个医务室吼升级啦吼，啊，伊怎啊调出来5队哦，啊，所以吼，我参林医师是第5队哦，啊，参这个胡新林啦吼。胡同水啊，甲这个胡宝春啦，真侪医生拢编入去第5队。啊，林医师吼，我日记时代吼，台南二中我考上台南二中1年的时候，他是4年，哦，4年是大前辈啦，哦，我1年的时候4年啦，哦，那么后来嘛，就是在医学院的时候也是我的前辈啦，哦，早一起的哦，所以我对他是很尊敬啦，哦。开刀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我们那他主刀啊，那个我们那副手那副专科的医生啊，跟我那个啊泌尿科的这个胡医师哈，啊个这个眼科的胡先生哈，这个医务所的管理员了哈，真是的人，所以大家互相哈，互相这个工作，互相勉励，互相讨论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这个开刀后的这个病人的这个预后哈。诊断前的这个，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啊做参考的哦。有意见的人都提出来哦，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哦，那困难的时代哦，我们渡过来的，一起渡过来的。伊阵无药啊嘛，
啊，但是伊去厨房去摕，拢也袂用的款沙拉油，也叫新洋粉，哦，新洋粉，那顶多是消炎啊，娘娘，消炎效果，啊，规个面啊，擦干。啊，这三句已经打下两条的。哦。嗯。不过，安尼我休困三个月，拢唔免去上课。哦，免做工，免上课，免上课，比免上不免做工更加好。林文奎的太太郭雪晶，出身医生世家，少年的时阵，也有去日本留学。伊是林文奎小妹介绍熟识，两个人大声交往一阵嘛，才结婚，所以感情真好。林文奎坐家了后，何雪晶为着要请养伊的大查某囝，把林玉伫日本大使官邸做过管家，帮忙料理家务。林文奎坐家期间，已经从写批改歌舞，以七年之间。五摆带着大查某囝林美丽去面会，为着唔让查某囝感受到老爸的坐家，大概拢选伫中秋晚会这类的节庆活动时阵，和快乐的气氛冲淡哀伤。不知道我几岁的时候开始去，但是间中有好几次，因为怎样？因为未来很颠簸。你知道吗？每一次为了要去找他，就要很颠簸，来魏公山坐火车到枋寮，然后再过也是台东，也是对，你看是要去从哪里搭船，我们就要转好几次，公路叫搁搬火车，搁搬线，然后去到，譬如讲去到东港，也是去到枋寮，有当天气无好啊，就爱在等，就爱去住人的朋友的厝。我妈妈，我妈妈拢为对去熟悉遐个人，会当互阮囝懂。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就是非常辛苦。然后上船以后，我又吐得很厉害，我都每一次都吐得很厉害。然后我妈妈最出名的就是我妈拢爱给她摕些汤哦，因为我拢唔敢用本寿嘛。所以，然后到兰屿，我们也有经过兰屿的时候啦，不是说每一次那个路线都一样。啊，到了对船，我的。印象白天到的时候我没有印象，但是我印象深的是晚上到黑黢黢的，啊，个落个模样，落雨啊，像就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去到人家名家的房子，然后又冷又饿，我那些我比较有印象，所以每一次都是要这么折腾，然后我的暑假都没有掉啊，所以我当然小孩子会不高兴。啊，因讲这块空地本来就是中正堂啦。安尼有成对啦，因为我就讲空地过来就是中正的。啊，迄当时我拢妈妈叫我着准备吼来遮比歌嘛吼，咱单位讲比歌就是又唱又跳，哪唱歌哪跳舞。啊，介绍嘛捌弹风琴，互因听的款呐。啊，若无讲有翕相做证，我实在印象中嘛足模糊啊吼。来遮的时阵，究竟我哩早拢来偌久，我嘛无印象啦。是三日五日，还是一礼拜？我嘛唔知呀。啊，反正就是，拢是在住人的厝，啊，在时啊日时才来这边看爸爸吼。啊，有当时啊，平平只受难者会带我去山顶去挽野百合，啊，去掠土啊吼，带我四界行行。啊，可能是要安排时间，让我的妈妈和爸爸有机会通去单独相处啊。啊，因介生常常拢是伫迄个医护室迄部分迄个所在的款啦，吼。妈妈捌甲我讲，迄个祖孙可能伊想讲，所谓要互因独处，可能就是讲男女之间的代志，也是安尼。啊，但是我妈妈甲我讲，伊无爱，伊讲吼，因为我是阮爸爸从掠以前生我，我十三个月时，阮爸爸从掠嘛，所以我妈妈伊感觉讲，伊无爱讲伫翁无伫的时阵，才搁咧磨大巴肚，啊，要搁生囝，伊感觉讲迄。足无民主，伊嘛无爱安尼嘛吼，所以因我相信因是从来唔捌去了吼啊有当时啊，大部分嘛是拢伫公众场所啦啊，带我去记得就是讲，互因两个可以当自由讲话，因为无我会吵啊。女中队的查某囡仔的所在，我妈妈就讲啊，
女的才会使去嘛吼，男的袂使。啊，我查某囡仔，啊，我著去啊。啊，我印象是，遐当然我是等于见阿姨迄款八分的人，啊，足侪人敢那往那绑衣尾来款啦。因为我是老辫子，老长辫子，所以我感觉讲，因敢那往那有人绑衣尾啊。啊，去的大家拢安尼甲我叫，啊，拢足疼我吼。嘿，啊，我嘛感觉讲，底下会当。会当伫遐过几载啊，是过几波就对啦吼。啊，尾啊是后来几啊十冬后，阮爸爸咧讲，你敢知影？你上有福气呢，人阮拢袂使去迄女中队，干那你一个会使四界转吼，拢袂要紧吼。所以我有迄个印象吼，啊，内底迄当时黄彩梅嘛，还佫伫内底啊吼。啊，彩梅阿姐因含我妈妈拢较早台南离歌路，大家台南拢做熟悉的朋友，所以彩梅出。替红放出来了，我妈妈嘛有去台南带我去拜访黄彩梅啊，所以关系这个女中队的印象可能就是安尼啦嘿。这恁讲是第三大队厨房，啊，当我看到这个各房子的厨房的时阵，我感觉讲和我较早看的印象中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哈。迄、那个屋顶啊，迄、那个木材颜色啊，甲迄个下骹啊门涂迄个结构，我想着讲较早我伫遮转来转去、走来走去的时阵，经过厨房啊，迄当时我哪位遮过的时，我有看到因，就是讲伫遮拢是因家己自制的椅头啊，吼，迄足低椅头，坐伫椅头啊遐咧洗菜啦，是咧创啥？啊，我有看到人敢那咧下皮。啊，尾啊，足久以后，其实嘛，足久以后，我含爸爸咧讲着绿岛的生活的时，唔知我甲问还是伊甲我讲啊，伊讲，迄当时盖初期的时，无刀啊，遐尼济，通好下皮刀啊，因拢训练啊足厉害，会当用迄茶吼，做啊，敢那迄个茶，刀啊，赶快会当来烤皮就对啦吼，比这烤皮刀安尼。因为你们可以伫医务所的贡献。予大家肯定，佮加着林美丽伫暗会中表演，伊变作大家欢迎的小天使，予受难者心中感觉片刻的温暖。我讲一个例啦吼，林美丽会当去安尼内底，安尼咧偌偌所，领导管理单位拢袂干涉。感觉到甲文明的社会有淡薄接触，有迄个感觉。啊，所以你的名，我就爱记。我当然先先查某囝，我换大工作美丽。有啊，可能你唔知会记住无？我唔知，这我是我一生最宝贝的物件。我较早为。江山摕来美国，啊，搁为美国跟我搬来搬去，吼，来搬几位。啊，这边我想讲，我专家摕转来，给大家看一下，吼。这宋卿啦，啊，宋卿吼，你看，这边很像的，吼。啊，这两个查囡仔在跳舞，啊，这是海草，吼，啊，这是贝壳，吼，啊，搁迄可能，嘿，啊，这个芝麻卡的款，芝麻卡嘿，芝麻卡嘿，对的。我伫遐。我家己本身唔捌做，哦，唔捌做，但是常常替因做的人，画图啊，图案设计，设计吼。我这唔知分几遍替着，我嘛无印象。啊，拄只有咧问起讲爸爸无伫的时阵，其实我来咧孤单的时阵，啊，上无啥就摕这起来看看，懵懵的。1957年12月29日。林文奎复行期满，总是回来处理了。七当吼，阿要回来时吼，就煞真掉了，就去台东等伊吼。啊吼，伊要吼回来时，就爱报亲人。但是吼，迄阵吼，大家拢唔敢报亲，吼，不做报亲人，因即个煞真实际上吼，诶，姐夫。啊，甲因的哥哥拢唔敢，一个姐夫就是台大医生，
啊，迄、那个姐夫就是吼，台糖吼，含阮先生同款的吼，大弟拢是公务员，所以吼，大概唔敢甲做保证的。但是，这个慧文吼，这个迄、那个拖拉机迄个吼，因夫妻有去伊家讲的是，是讲好，是个大保证人，就是这个夫妻，迄是大恩人呐、啊。啊，无迄阵嘞吼，真正无人敢讲要做保证人，家己的亲姐夫、哥哥吼唔敢。迄阵的时代就是安尼，真恐怖的时代了。出家了后，林文奎诞生伫太太阿姑蔡国明的病院服务。1961年伫冈山开一间林外科病院。爸爸当医生，我会常常有时候回来就看到爸爸的那个病人，那个叫做什么？他在看病的那个，总是有常常偶尔就有一些一种很严肃的人会出现。然后我爸爸他平常是很爱笑的人，一有那些人出现，我爸爸的脸就是很严肃。那他们在讲话什么，我们都不能进去。有时候半夜，我爸是外科，所以平常都是病人来。开刀什么不会外出去半夜去看病人，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半夜，因为我看爱困，我就是我们家是最晚还没有睡觉，有时候看到爸爸就匆匆忙忙拿着一个他要个包包，我说爸爸你要去哪里，他就说哦某某警察需要看病。其实现在那时候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他们都是每时都在监视我爸爸，然后怎么样就要叫我爸爸去，好像当他们的私人的医生，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推辞这些事情。所以我爸爸一直说他是一个活在阴影下的人。一无一挂一个太太在冈山教会做礼拜服侍上帝，今后被推选为执事长老，因义务教授礼物，太太就制作皮雕皮件义卖，把所有收入奉献当作建堂事工的经费。1987年，冈山教会建堂会当如期完成。我爸爸伊受洗是伫真少年的时候，差不多12岁迄阵。啊，毋过伊伫教会的参务上登基的，有那是伫冈山教会。啊，伫冈山教会，其实伊较早期的时候，后来我听到我爸爸家己伫小组的分享见证内底，我较了解。虽然伊人已经是离开火烧岛，啊，家己有家己的生活，啊，毋过伫心内，还阁是受着家己是捌互当作是政治犯、思想犯安尼迄款的心内阴影。啊，互伊感觉讲啊，安尼伊即款过去的经历、身份，甚至会提高讲伊若伫长老教会即款。安尼有一款敏感性，安尼诶，即款经营和教会造成无必要诶困扰，有家己有即款诶烦恼，即款诶心内咧想，所以才互伊伫当较早期诶时，伊伫教会参与，家己伊相当也是安尼淡淡啊。所以刷落去，对着台湾规个政治社会气氛慢慢有较转变诶时，差不多也是特别是伫到要戒毒戒严。头前迄当个时，伊个心内渐渐后开，会当安尼有一个逃亡，哦，啊是差不多迄段个时间内底，啊上帝也特别甲伊引出，互伊当看到讲啊，伊即阵个心已经是互上帝甲伊逃亡，毋通阁互过去即款哦，受到火烧岛去过去迄款哦落家迄款个经历，来去影响到伊伫教会生活以及参与，啊伫迄个时阵，伊也开始。虽然用因年龄来讲，可能检测比真侪较少年的服侍诶兄弟，拢已经啊年岁较侪，但是伊有那开始受选吼参加做执事啊，以后啊受到教会会友的肯定啊，受选做长老安尼服侍。因为我出国很小，那一般的时候，除非我回国，我看不到我爸爸妈妈，因为为什么？人家可以移民。我爸爸没有办法移民，
后来就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要申请，像申请那个护照啦，或者 visa， 我不知道怎么讲 visa 签证，每次弄个 bigo， 美国一定会给他拒绝。那有一次我亲自看到他拒绝的理由，他上面写我爸爸是共产党，是叛族、叛国。那用英文看你会很吓一跳，因为那种英文是叫做 seditious activity， 这个字现在在美国一般都看不到的字，竟然我爸爸的证件上面的 他拒绝我爸爸申请，就是用这种这么严重的话，你会觉得说真的是很痛心。所以我在美国那几年爸爸只有来过一次，然后以后就没有再办法来，一直到连我结婚我爸爸也不能来。那结果后来也是算一个小奇迹，我结婚的当天3点钟是婚礼，12点钟我爸爸才到。后来那时候是因为要经过美国很多人写信，包括我姐姐写给美国的那个国会议员，要特别申请给他一个，他们只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美国看我。所以可以说我的长大中间，成长中间，我跟爸爸妈妈的分离一半的这个最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其实这个就是后遗症，因为爸爸有这个记录，所以在很多方面可能一般的人也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很凄惨的一个经过。可是他后来每个小孩你的生活都会有不层次，还是会照样受到影响。1985年，林文奎开始用汉字翻写《大语圣经》，历时6年完成新旧约圣经66卷的翻写。长期趴伫咧写字，予伊个正目视力受损。1992年，因为纪元峰牧师的介绍，以及洪秀江牧师的协助，伊家己翻写的《大语圣经》奉献予圣经公会，并借圣经公会其他事工合作，统一用名甲论述。大语汉语圣经总是伫1996年正式出版。伫今年，因为第三查某囝林尤丽的关注，林文奎当选为母校台南一中的杰出校友。关经过这么多的殖民，为什么自己人台湾人没有一本属于台湾人自己所写的圣经？那在那时候他受到圣灵感动，他就开始好像诺亚造方舟这样子，他就开始一个人进入他自己一个有一点跟外界封闭的世界，他就开始用很多的工具书，然后去找说这些罗马字一个字一个字如何把它一个字翻成一个汉字，一个字跳出来换成这样一个逐字的对照的一本汉字的圣经。那为什么要汉字？他觉得说我们的眼睛看到汉字的感受跟看到这个 ABCD 的那个对大脑的那个，他觉得感觉如果能够连接起来是很好。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用功，然后找很多的关于台语的参考书，然后他就开始从第一本，他从约翰福音，因为圣经有很多本里面小本嘛，那他就挑了他觉得约翰福音好像他比较容易入手，所以他就先从约翰福音开始，每一天从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因为他生活蛮规律的，那从搬来这边以后，他因为就没有在冈山教会做早祷会，所以一起床他的工作就是开始做这个翻写。那他的工作我觉得很棒的是他很有毅力，然后外面的外物他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因为他觉得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万一他来不及完成，所以他每天都是跟时间赛跑在工作，那非常的尽心尽力。他是从早上4点起床，然后大概除了午休、午饭、晚饭以外的时间，他都是规律的在翻写这个工作。那爸爸独立作业6年，那捐出去之后，后来圣经公会那个团队大概又有4年的时间，所以6年加4年，大概大致就是有10年的时间。然后这本号称400年来第一本台语汉字圣经呢，就在那个大概
1996年的不好意思，是好像爸爸的生日啦，哈，就刚好是1996年爸爸生日之的前夕就出版了，这样，这都是神的意思，并没有我们个人的安排，那就很凑巧，就在爸爸的生日之前，这本在大家的那个期待之下所产生的一本圣经就诞生了。人人可以说，一贯的对台湾的疼哦，我真罕得看到过安尼对少年到年老时阵坚持到底。啊，政治受难者吼，所以翻译圣经对伊个人生即刻有真大影响。达古安尼翻译啊，啊汉字个第一圣经，安尼感动家己，和家己有信仰啊，对未来有盼望吼，对家己个台湾即个国家即个民族有盼望吼，未失望，未失志吼，唔敢安尼一听，付出迄个。心会来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啊，这款的力量可以一直到今仔日90几岁，哈，这是我真感动的所在，哈。我倒希望呢，台湾的林翁凯，那翻写圣经，为了推广台文，林文奎嘛用台语写了《后会有主会唱的诗歌本》，以创作的。思念故乡，出头天思客，也受到台湾乡亲的喜爱。1998年，北美洲台湾人艺术协会南加州分会为肯定伊关心台湾人文甲成就，颁予伊人文艺学奖。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比我的天分高多很多，我这个是有训练出来的，我爸爸一点训练都没有还能够创作这么多的曲子，所以我爸爸写曲子其实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音乐的造就，他的音乐就是他的灵魂的突出。2000年，林文奎甲爱妻高雪晶搬入来三芝安养中心。2006年10月，高雪晶安歇主怀，火化了后，存放伫个基督教平安园。李文奎，伊有一男三女，后生是医生，三仔婿嘛是医生。2014年11月，女古美国的大查某囝甲第二查某囝回国，全家团圆，为高雪晶做了追思礼拜。公家阿嬷已经对我这只孙的疼，后来我跟他大汉时呢，我就知影开始知影讲，我阿公阿嬷因所经历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因的经历呢是最精彩的。虽然讲我有小遗憾，就是讲无法度阿嬷在咧记得的时阵呢，甲伊请教，甲伊问较侪呢，伊对迄个时代的想法，甲伊的经验。不过，对伊的同学，也是讲呢，对以前的大伯公啥物啦，对伊的所讲的当中呢，我听着是讲，我阿嬷呢是啊安怎，像安怎坚强啊，安怎温柔的一个人。
第二查某囝林安利是音乐家，伊亲身演奏林文奎所写的曲，教堂中回荡着优美的旋律。坐伫轮椅的林文奎，随着旋律回到弯曲的岁月，伊行过动痛的年代。